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课的最后一段。To this day, Irina Sandler is still remembered for her selfless acts during the Holocaust. 我们看这一句 To this day 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常见到的一个片语，它的意思呢，我们就把它翻成直到今日的意思。他说呢，直到今日呢， Irina Sandler 也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主角is still remembered, 仍然呢被记得。好，为什么被记得呢？介系词我们就用 for 这个介系词表原因。为了什么它会被人们记得呢？ For her selfless acts。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这个字呢我们念成 selfless 指的是无私的。那如果同学注意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 self 再加上 less。 那我们知道 less 的意思呢就是 not，不会去想到个人的生死、个人的利益的，那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无私的呢？好，那这个字呢 Andy 要提醒同学的是，不要跟另外一个字混在一起，也是跟 self 有关的，但是呢它是后面加上一个 fish 钓鱼，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自己一个人钓鱼自己吃，那是不是很自私呢？好，所以呢因为呢它无私的一些举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act， 它本身可以当作动词叫做扮演，它可以当作名词行动法案，注意哦，它这边也可以把它当成所谓的举动，它的一些无私的举动。在什么时候呢？ During the Holocaust。 During 指的就是在什么什么期间的意思。好，在什么期间呢？在这个大屠杀的期间。好，接下来最后一句他说 While she never admitted it, she was a true hero who risked her life to save others.And her story of bravery and compassion continues to inspir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好，我们看这一句。好，一开始呢 ，while 啊，这边 while 我们知道它是这边当做一个连接词，为什么呢？因为它后面有主词，有动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while 在这边当做连接词，我们中文就翻成尽管。好，所以他说呢，尽管呢，他从来没有 admitted it。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念成 admit， admit 这个字的意思中文翻成承认，或者可以当作允许进入。那这 admit 呢，同学要特别注意到是 admit to， 这个 to 它是一个介系词，后面要接名词，那遇到动词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接动名词。那我们也可以呢把这个 to 直接把它省略掉，直接后面接名词跟动名词也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边呢 never admitted it， 这个 it它是一个代名词了。虽然他从来没有承认他，这个他指的就是那件事。哪件事情呢？在纳粹德国的时候的时期，他呢从一些隔离区里面拯救出很多小孩子，这件事他从来没有承认。She was a true hero， 她真的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而这个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呢？ Who risked her life， 她呢冒着她自己的生命，为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去拯救其他的人， to save others。 And her story of bravery， 而且呢她英勇的故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念成 bravery， 勇气勇敢。那这个字呢当然呢它的意思可以等于另外一个字就是 courage， 勇气。他的英勇的故事，还有呢 compassion， 对人们的那种善良的心 compassion， 持续的 continue to inspire peopl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inspire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鼓舞激励的意思，激励的人，哪边的人呢？ al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的人。好，就像是 Andy 呢刚刚在那一段里面提到的，其实在那一段呢非常黑暗的历史当中，类似 Irina Sandler 女士所做的事情啊，是很多很多的，不止她一个。那这些人呢真的他们都怀有呢超凡的勇气，他们才会做出那样子的事情来。好，所以呢这一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